哎，你这根面绳又跟来干嘛呀？这么热的天，你又出来干嘛？这么热的天，我在地里，你说能干嘛呀？我倒要看看你背着我出来干嘛呢？咦，这不是西瓜吗？对啊，你们娘三不是都喜欢吃西瓜吗？想着就给你们多种一点。哇，那他们发展回来不就有西瓜吃了吗？是呀，我负责种，你们负责吃就好了。你这太厉害了。你峰哥，我饿了，赶紧回去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吧。收到。你今天既然在这里种西瓜，那我就回去用水果给你做一道美食吧。走喽。哇塞，跑这么快呀、啊、不会是一道黑暗料理吧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只有长命运中的成本，常让我狂野风出现，这三分之一处给它切下来，没有水果刀就将就用吧，把它切一下，给它果肉给它捞出来。好了，肉都挖出来了，这个放这里当装饰。现在把虾处理一下。倒点料酒，倒点生抽，要拌一下，腌一会儿。锅热了，下油，炒几个鸡蛋。差不多了，加炒的鸡蛋给它下锅，把鸡蛋炒散。把这些配料都炒熟一下。把虾仁也放去炒。把米饭放下去，给它炒散啊。放点盐，放点生抽，再搅拌一下。倒入菠萝，给它翻炒。好了，出锅，给它装到这个菠萝里面。烧好了，峰哥也快回来了，把它端出去。这芋头的黑暗料理也不知道如何，每次都拿我当试验品，先回去看一下。烧了啥？你看，水果做的美食。原来是菠萝饭呀、啊！你尝一下，我也第一次做。我以为是什么黑色料理呢。我做的怎么会是黑暗料理呢？开玩笑。嗯，还不错的。黑暗料理跟我的气质也不搭呀，厉害吧？嗯，看来我下次还多给你们种点水果呀。那肯定呀、啊。